谢谢。女星倒奶露事业线强版面，农历春节临近，电视台纷纷开始预录除夕特别节目。今年中是由曾国城和妥宗康联手主持，还找来5566担任来宾。没想到王仁甫抢先许愿，邀两位主持人一起录饥饿游戏。两位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，可不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饥饿一下？对啊，今年一定要去。他们在节目里面都吃了很多的美食、啊，对嘛？我想两位一起来玩一玩嘛。小刚跟我讲过了，他一直最想参加就是饥饿30这样的活动。饥饿游戏，但我们是饥饿游戏，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郑重的邀请，因为其实演艺圈也蛮多，就前辈都已经来过了。有这种事情，现在就缺陈哥、康哥两位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都不去，这样。哎呦，我们只要把来讲有一点，你早该饿一饿，你看你的样子，好做。小康跟我讲啊，说他早就想把家人都安顿好，然后就去录饥饿游戏，去参加，没有那么恐怖啦。被问到今年台湾跨年晚会卡司相较去年弱了很多，包括天后蔡依林、林俊杰及阿妹等大咖都在内地演出。虽然曾国城语重心长的表示一切都是因为大环境，但孙协志却霸气表示不会啊，5566还在台湾啊。天团，不错啊 ，OK 啊。太好了。其实这次的暗淡呢，这是在所难免的。大时代整个环境都在萎缩嘛，难免啊。那我想需要一点时间培养我们自己的另外下一个下一场主打秀。